双依旧没追女郎 MV 梦幻联动世界级舞团。离远带上细密恶火，却照得你无人温暖，谁在彼岸天涯一方。天王周杰伦暌违六年推出的专辑 MV 一波接着一波，继最伟大的作品错过的烟火粉丝海洋，这回轮到红颜如霜了。 MV 呢没有水水女主角，连走路这招也不用了，请各位好好把握周董跳得动的你一回哦。啊，虽然红颜如霜是中国曲风，却请来世界级舞团 Java Wackies 主阵，古筝尬上嘻哈，乍听之下违和，强强联手还是让人心会热。心在彩虹最温暖，不过寥寥数行，尽说自己温柔却感伤。你将心事上了淡妆，该说的话却被仔细收藏。捎来的他乡到底隔几条江，一封信到底转了几道弯，被缘分飘落在身外散。在往返